会王阿公写春联真流利，伊嘛写出真有特色的四字春联。公明里长讲，过去伫美军伫清泉岗的时期，嘛把红车来做画图书。他是说那个美军呢，1:40，就拿小费给他，哦，他叫他写，他写的哈，英语他也可以会写英语呀、啊。那个我们那个国字他写得更漂亮。那个时候铅笔也没有，圆珠笔没有，光笔、钢笔也没有啊。在美军做简报，做什么都写。这位是退休的游书李阿公，自细汉开始写书法，写出兴趣，佮收到真侪开口的邀请。公明里，逐年拢会找这两位阿公来写春联，送给大家。老有水啊，嘿啊，这两个拢嘛真牛。初中联考都是用书法，作文都要写毛笔的，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底子。这两位阿公退休了后，又愿意协助关怀祭典的活动，麻烦俄罗斯国宝级的书法家。